你听日本歌的朋友一定会识呢一位靓女西田刚啊。Hello， 嗱，你第一次同香港嘅观众见面啊，不如同观众打个招呼 ，say hello 啊。各位好，我是西田光啊，相信香港的观众有些会识我，有些就不认识我，不过我都在这里向所有香港的朋友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咁你嗰阵时三妻好忙啦，仲成日拍广告啊，不如你讲下你工作状况啊 ，tell us about your work， OK？ 好啊。咁我就喺度介紹下自己啊。我喺十五歲嗰年入咗藝能界，咁多年嚟主要咧就係以唱歌為主，所以三月我會推出一隻新歌，然後咧就開始灌錄新唱片，同時又會拍攝一個兩小時長嘅電視劇嘅。And also right now I'm filming a special 2-hour drama special。嗯，咁咧而家香港咧就係年初一啊，咁有幾日假放，佢哋就會好多節目嘅喎。咁你放假嘅時候咧，又會做啲乜嘢？去邊度玩咧？What do you do when you have a day off or holiday？ 唔使開工嗰陣咧，我多數會留喺屋企睇下書啊，或者有幾個老友去食飯飲下茶，有時都會喺屋企煮翻幾味嘅。另外，我中意睇戲，亦都會周不時去玩下潛水、曬下太陽咁嘅。最好咧就係抽到時間飛去一啲熱帶嘅小島度度假，好過喺東京嗰度過冬天啦。因為東京啊，真係凍到打冷震嘅。Okay, thanks a lot. Thank you.算洗得幾靚啊！